Hello，各位 Viman TV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呀，开始了。哦，所以现在我们看我们的手机一下。观众朋友们，啊，有了。看手机啊、哦。有吗？好，我们可以分享了哈。那今天呢是。我们这一期是我们的新节目，我们的节目主题呢是我们的贷款呢被银行拒绝的五大理由啊，Jackie Chan，Hi，Jackie Chan，你好，Oops。好，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把这个主题分享出去，今天。我们的嘉宾，也就是叶顺强，叶俊贤老师，双双料啊，双料老师，双对，料对，老我双料。师，双料老师呢，是一本 popular 曾经哦，卖断式的一本书哦，那本书可火了，那本书的书名叫《银行不可公开的秘密》，我相信在马来西亚金融界没有人不知道这一本书，因为呢，这一本书曾经在popular 刚刚推出的一段时间内呢，那一本书就完全卖完了，所以这本畅销书《银行不可公开的秘密》呢，可以说是当时啊。popular 卖的书里面哦，最畅销的一本，所以我们今天呢跟我们的也是我们 Viman TV 的荣誉顾问就是双耀老师，他在这一个企业融资的领域呢，名字不但响当当他还有很多很多很宝贵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那么。他曾经呢辅导过超过2000家的中小型企业呢，就成功融资。先把你那么双叶老师呢，在 MCO 这一段时间内呢，都跟我们一起在做免费的线上辅导，给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和全部的企业家们，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可以透过这个 Women TV 的这一个金融节目呢，我们就给大家多一点的知识，关于在银行成功融资等等的方案，因为做一个企业呢，最重要的是可以说，在家人可以借我们几万但是如果银行可以借你几百万的话呢，那对你的企业一定是非常有很大的帮助。好，现在进来的观众朋友呢，人数也是相当多的那观众朋友呢，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在老师。分享的时候可以多一点跟老师互动，这样他越分享越开心的话，他会不由自主的呢，就把更好的那些爆料啊，跟银行里不可公开的秘密呢给我们知道所以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然后如果你互动的话呢，我们这里是可以看得到你的 comment 的好，看得到吗？如果你们现在在线看着我们的节目的话，那网速还 OK，就给我一个亿，可以吗？非常好好，那么我介绍双老师就先介绍到这里，因为要听他自己。所以呢，比较精彩的那我们掌声有请双叶老师。好，谢谢。首先在我还没跟大家分享之前呢，我要感谢Annie Annie 为老师的介绍。那今天老师用麦来说，因为之前呢讲了十多场，接近几乎20场啊，差不多讲到没声音了为什么我会站出来跟大家分享呢？
之前我有出版一本书，叫做这个银行不可公开的秘密。那当时候出本这本书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因为我看到哈，我们服务太多这些中小型企业的老板与企业家们哈，经常看到发生到一样的问题啊，就是说在这个企业成长的过程中哈，在不一样的阶段的时候呢，因为你没有触碰过，你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啊，所以很多人走了一些很多冤枉的路。那冤枉的路当然是包括你怎么样去银行融资啊，怎么拿到贷款啊，之后拿到这笔资金之后呢，你怎么样运用这笔资金去发展你的业务。所以我决定出版这一本书呢，银行不可公开的秘密，去渡更多的企业家。好，那最近政府推出这个政府的拯救基金配套哦，相信很多做生意的人也非常的一窝蜂的跑去申请嘛。是，那一窝蜂你跑去申请，到底你申请的方式对不对？到底你申请的那个所的那个余额啊的方法对不对？非常重要。哦，在我书里面也讲到了，很多人做错或者是准备错误的文件哦，也导致你们无法成功的拿到贷款，好不好？啊，好。那Any 主持人有什么问题想要问老师的话，尽量都可以问。我希望可以表达跟分享更多的资讯哈。啊，老师不要担心，因为我准备了超多的问题哈，而且我们的观众。我们的观众呢也不会放过你的，今晚上他们一定会问很多问题的，所以老师要做好心理准备。Are you ready？ 好的，没问题，放马过来。我们好，放马过来。钱的问题呢，你们可以大胆的问，大胆的问哈。现在呢，疫情期间，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意，尤其是做饮食业的老板们呢。哇，真的是影响很大，因为你一两个月没有开店的话呢，你的员工啊工钱啊又不可以裁员嘛，对吗？然后那个员工啊工钱啊也是一定要付，而且水电啊，另外还有这个租金啊也是一个负担啊。那两个月没有得开工，就很多人手停口停。那根据新闻报告说呢，也是会造成马来西亚的失业率提高的，因为接下来会有很多公司因为金融方面呢维持不下去而面对裁员的结果。那么现在我要问老师第一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是为什么很多人啊现在一窝蜂去申请贷款的老板们，为什么他们的贷款会被拒绝？好的，那我就跟大家解剖哈。一般上你去银行融资这个生意或者是企业贷款哈，你要经过三关，哪三关呢？第一关，银行是看你到底你符不符合条件，那你符合条件之后呢，他才跟你说你可以申请怎么样的配套。那这个配套呢，不轮到你去做决定，是银行内部去挑选能不能申请这个政府的配套，这是第二关。那还有一关呢，很多银行都不会告诉你的银行不可说的秘密哈，就是每一个银行哦，它对各行各业的分析跟那个 prefer 喜欢的行业不一样。可能有些银行，打个比方说 A 银行哦，它对这个建筑业特别的敏感，那建筑业特别去找这个 A 银行的时候哦，你怎么样申请都申请不到。其实不是你的错，是因为银行呢有对不一样的行业打标签哦。比方说 A 不做某某某某的行业呢，你怎么样找他都不可能批给你的哦。这是第二关，很多人不知道银行不可说的秘密哈，所以你一定要尝试。如果第一个不能，你要尝试第二；第二不能，你要尝试第三个银行哦，给自己多一点机会。那第三关怎么样过呢？今天第三关你成交了你所有的文件哈，最重要那个文件要齐全。在座的各位如果文件不齐全的话呢，你想看文件都不齐全怎么样去 process 呢？哦，怎么样去申请呢？因为所要评估的文件啊不完整啊，所以无法完全看到整体的那个画面，一家公司的情况，对不对？然后再深入一点呢，银行将会看你的这个 account 或者是 auditor report。那我们做生意我们一定要做账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做生意没做账哦，在问在座的各位，你的钱怎么来怎么花，
怎么不见啊，怎么样投资，怎么样运用，你自己都不清不楚。那如果你自己不清不楚的话，银行怎么样会清楚你的资金的流动跟运作呢？所以他会看你的 account 或者是你的 auditor report、啊、你要过这三关，好不好？原来是这样子、啊、那么其实很多时候呢，有一句话讲得很明白的，也很有启发性的，那一句话呢也是影响到很多人的，那句话就是、啊、机会是准是给啊，机会是留给已经准备好的人。对对对，那今天既然老师站出来跟大家分享、哦、老师也想给大家一个 tips。 那今天如果你要去申请政府的拯救配套或者是银行的融资、哦、生意贷款都好、啊、我教你一招。正当那个银行的 banker、啊、服务你的时候，你要问他一句话，你做了这行或者是在这个部门多久了？你一定要问这句话，因为为什么呢？一切都是人为啊，哈，一切都是人为。如果过去是你遇到那些不负责任的那些银行家，或者是没有那么服务态度那么好的人哈、哦，那你交在他的手上啊，你觉得结果会是怎么样呢？所以一切都是人的造就。如果对方的态度啊，或者是经验不足够的话，那如果他帮你申请 process 的话呢，可能也是会面对一些挑战。所以大家怎么样有一个 tips 教大家，你就问对方，哎，你在这行这个部门做多久了？如果他讲只做两个月哈，你就要小心了。当然我们愿意给年轻人机会啦，但是如果你申请这个银行贷款啊，你当然是要交给比较有经验的银行家去申请，对不对？那不然的话呢，你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业务跟你的报表啊，他看不懂啊，或者是有些东西看漏了啊，你可以做的东西也照就做不到了，好吗？这一招大家写起来啊，收到吗？我觉得这一招我收到，给老师一个五好吗 ？High five！ 因为今天呢是我们这一个银行不可公开的秘密系列的第一集，那今天的主题是贷款被银行拒绝的五大理由啊。那么今天如果刚才老师给你们的 tips 你们有听到的话，可以回复一个五，让我们知道你在观看我们的直播。那么老师刚才提到的就是记得要去银行贷款之前要问那个柜台小姐啊，你在这里工作了几年啊，多久啊，那么因为经验非常重要。是，那这个也是可以分享一个，就是假设我们买保险，我们也一定要问那一个人做了几年，不然你发生事情的时候没有人帮你 claim， 因为假设他是来玩的，他是做一下的，他不会把他的行业变成他的终身事业的话，那么我们所要承受的损失是很大而且很危险的。是，因为你把你的公司的命运啊交托在一个人的手上呢，到底那个人能不能符合帮助到你，你也不清不楚嘛。所以你们绝对是有权利问对方，哎，你在这行做多久了？这个部门做对多久了？不一定是只是给银行一直在问你问题，你也可以问他问题，好不好 ？OK。哎，我看到那我继续，我卡了。哎，有很卡吗？有卡了哈。真心希望马来西亚的这个宽频啊 ，Internet 哦，可以有人来改进一下的。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是吗？这一个马来西亚哈、哦，会有一些年轻人呢起来，然后他们就决定去改变这个马来西亚网速的问题。对对对，我们马来西亚真的很需要去改进跟进步啊。不管在多方面啊，我们都是落后于东南亚一些国家，所以现在我们真的是要积极的去学习改进跟进步哦，是的，好不好？那我继续分享好吗 ，Annie？ 观众朋友们，那我要问第二个问题之前呢，我先把这个问题的机会让给你们，你们有什么想问吗？为什么银行会拒绝贷款的理由啊，还是你们想问什么行业不可以贷款啊？来，
十，我给你们十秒啊，十秒，你们没有问我就问了哈。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有没有问题？没有哈，因为还才刚刚开始，所以你们应该不懂要问什么哈。你们也可以问老师几岁啊，老师是否单身啊这些话题的。其实我们的分享也不用这么拘束哈。其实我们在用很娱乐的方式呢，把有趣的知识带给大家，这个是我们想要做的。嗯，大家比较 relax 的心态呢，才可以学习的更多，所以就当这是一个交流会，好不好？嗯嗯。是，那么第二个问题我来了，老师。好。既然我们的节目叫银行不可公开的秘密，那么我们的问题就要大胆一点。嗯，好，要向老师学习。老师出版了那一本书叫银行不可公开的秘密。所以第二个问题是，在银行的角度，以什么样什么指标去判断那一个人是值不值得贷款？好，那我就讲哈，你看银行要贷款哈，或者是借钱给一个企业哈，那个钱要借出来，首先他看的第一个字呢就是信用了，就是信用。这怎么看一个人的信用呢？很难去看嘛，对不对？所以银行呢有一个叫做 X-ray financial report 哈，就是企业与个人的财务评估报表，从这个财务评估报表呢，就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 behavior。就打个比方，为什么会叫信用卡？却不叫其他什么卡什么卡呢？当然哦，银行给你这个信用卡哈、哦，就是看你从你消费的过程中哦，你的信用态度好不好，所以叫做信用卡。可能很多人都对这件事情没有探讨，你知道吗？那今天我给你这个信用卡哈、哦，你用了这个钱，刷了这个卡之后，你有没有准时的去偿还？那从这个小小的信用卡哈、哦，我就可以看到你的信用了。哦，这个是第一点哦，好不好？那从这整体的这个金融哦，财务报表呢，从这个国家银行的哦，我们可以看到更深入。为什么可以看到更深入呢？因为银行除了看到你的信用卡，还有看到你的车期啊，或者是你有借个人贷款的这个 record， 或者是你有那个房产的贷款 housing loan， 哈、哦，这是个人。那如果讲到企业的话，企业除了有这些商业贷款啊，这些车期的贷款啊，或者是一些 trade line facility 的贷款啊，各式各样的贷款。所以从银行的系统哦，这个 financial X-ray report 哦，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啊。所以人家讲哦，从这个报表其实是看什么呢？是看一个人的信用啊。哦，所以为什么一开始我就讲，开始你要有一张信用卡，我给你这个信用卡，我是来 test 你的信用啊。所以在座的各位哦，你们有没有试过说身边一张信用卡都没有的时候哦，你要去银行贷款也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你的 record 是空空如也的，我看不到，连一张信用卡我都无法看到你的信用哦，那我怎么样去评估你呢？所以哦，你没贷款也不对。你要贷款就贷款刚刚好就好了、哦、你贷款过多呢，对自己的 commitment 太高也是不好，听得懂吗？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意思是说信用卡是给有是给谁的是给谁用的，我们来问一下观众朋友们。来，信用卡是给有信用的人用的。对对对，所以哦，银行处的这个名称啊，不会无端端放一个叫信用卡嘛。之前不管是古代跟现代哈、哦，我们说做生意做什么的哈，以信为本嘛，就是一个信用嘛。那如果你没有信用的话，我怎么样借你钱呢？那如果你没有信用的话，我跟你做生意啊，可能我也有风险啊。为什么呢？万一我给你货你不还钱，或者是我给你货你拿我货拿走了。好了，那也造成一个问题啊，一个风险啊，对不对？所以银行是特别小心，一切都是看信用，信用等于是风险，好不好？哦，原来是这样子，他是这样看的。
啊，好不好？那接下来如果更深入的话，大家想不想听啊？如果想听的话，可以给老师回复一个 E 吗？回复一个 E。要问就把银行问的公开的秘密告诉大家。所以老师，你今天就是要公开完所有银行不公开的秘密吗？公开，因为为什么现在是最佳时期的时候啊？我觉得哈，我要站出来跟大家分享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如果现在不懂得这些知识啊，不懂得方法啊，很难去拯救你的企业啊，对不对？嗯，我们现在不在知识的层面啊，我要讲的是方法与策略。那你懂这个方法之后哈，你怎么样去做好你本身跟企业的这个信用之后，你去银行融资呢，就通畅无阻了。好不好？嗯，那么我相信很多人都要知道，但是我呢就不希望他们这么快知道，因为他们、要他们帮我们分享出去，我们才说分享出去哈、然后要你们真的应该要分享哈、所以在线现在看这节目的人呢，你们可以打一个E吗？有老师都有看到，都很多个E啦。所以我们有很多熟悉的脸孔在这里哈，有 Gavin Ng、Ben Igor、Bonnie Ui、Jit New Gore 啊，很多很熟悉的朋友都在线上给我们支持。所以我们谢谢各位啊。其实我们做直播呢，就是要在线上跟朋友多一点互动啊。毕竟不需要等到有机会见面了才聊天，因为见面了聊的时候就很迟了。对对对，你早知道好过迟知道哈，或者是不知不觉后知后觉，对不对？是的。那好，我就来，是这个吗？老师要看这个吗？对啦，对啦。那老师就银行不可公开的秘密哈。其实银行是以五个 C 啊来断定你的信用或者是你的风险。好、这五个 C 是什么 C 呢？来大家看看一下。第一个 C 呢叫做 characteristic， 就是特征。什么叫特征？到底这个人啊的特征啊是有信用还是没信用？在座的各位，你是否有没有遇过一些人啊很有钱啊，但是他没信用的，就是说他有钱他也不还你钱，有没有这样子的人？绝对是有这样子态度的人，对不对？或者是这种老师再讲说一次，就是市场上会有一些人，就是你知道他有钱，他也知道有钱，但是他就有钱，但是他有一个坏习惯哦，不喜欢还人家钱，或者是喜欢拖人家钱，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各位观众朋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所以银行一看那个报表啊，一看你的信用卡，就知道你的 bad debt 啊，你的态度是怎么样了、好不好？这是第一个看特征。所以每次我跟人家说啊，你要跟人家合作做生意哦，第一个也是看这个人有没有信用啊，有没有这个品啊。没有品的人，你跟他合作啊，迟早啊，不是他刺你哦，他就跟你倒米啊。因为老师从这个生意的角度，银行的角度哦，看太多了。那老师也是研发到一件事情哦，大家想不想听啊？有一句话就是，只有你会理好自己的财哦，个人的财务哦，你绝对是可以去打理你生意或者是企业的财务。在老师的生涯哦，16年的经验哦，辅导超过2000多家的中小型企业哦，我从来没有遇过一个老板成功的哦，他是不会理财的。简单来说，很多成功的他个人的理财很好，他把个人的理财理得好，那你要打理这个企业或者公司的财务啊，那肯定是没问题啊。我没有看过个人的财务有问题的，他会把企业搞得很好，没看过，真的是没看过。是，这是提醒大家的。我非常非常认同老师讲的哈，很多老板呢，其实老板是一个职位而已。不要以为说老板是公司的主人、老板其实是一份工作，只是员工放工了他还在做、这个是老板、那很多老板呢，有一些老板就把焦点和心思放在管理上。对，那老板
老板，如果你把心思放在管理上哦，你的 manager， 你的管理层要做什么呢？对啊，然后有一些老板呢，就把心思放在搞业务上。那你老板亲自去跑业务了，那请问你的业务员做什么呢？对啊，所以其实我明白老师说的，就是其实老板应该要搞好的是公司的财务，是这样子吗？但是财务不是 CFO 做的吗？ OK， 你问的很好的问题哦。其实今天我们透过研究啊，接触了这么多老板哦，其实做老板啊，每天一醒来哦，需要烦四件事情罢了。你们猜猜看哪四件事情？如果我们 summary 啊，总称来讲哦，老板都要烦四件事情，大家想不想一起猜一下啊？如果在座你是做生意哦，你会非常的有感触。你一醒来哦，第一个东西老板很 worry 的是什么？到底我的业务好不好？所以他是担心 sales and marketing 哦，第一样东西就是要搞业务咯，对不对？第二样东西哦，老板担心什么？我叫什么？救火队啊，每天 office 的 operation 啊， operation and admin 啊，到底那个运作啊顺不顺利啊，有没有问题啊，都要为这个操心，对不对？这是第二点老板操心的东西啊。那第三点老板操心什么呢？我叫做 HR 人才部啊，请不请到员工啊，员工能不能用啊，员工是不是人才啊，员工有没有培训好啊，都要为这个事情而操心。第三个是 HR 或者是人才部哦，哈，然后第四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有生意了，你有运作了，你有人才了，最后一个就是你的资金。我的资金够不够啊？我的 collection 够不够啊？我的这个生意的资金运作怎么样啊？是亏钱还是赚钱啊？都是在烦这四样东西，对不对？当然我补充，这四样东西现在是科技化的年代，是这个 digitize 的时代哦。那如果你会运用 digitization 科技化来弥补或者是 integrate 进你这四个的话呢，你的企业就事半功倍了，对不对？因为已经把它系统化跟简化，好不好？那其实我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复杂，每天起来到底现在问题在这四个部门出现哪里的问题，你就立马去解决它。好，今天虽然是讲银行不可公开秘密，但是你的财运哦，绝对跟你日常的运作啊息息相关，对不对？那我讲一点哲学哈、哦，那你的业务人员是不是把销售 sales 带给你啊，使到你赚钱跟业绩更好嘛，跟钱有关系啊、哦。那你的 operation 哈、哦，如果你的 operation 的成本很高，这样跟你的钱有关系吗？有关系。那如果你的 operation 事事出问题啊，这样你的钱会不会流走啊？流水啊，我讲一艘船啊，有一个洞啊，不断的在流水，跟你有关系吗？跟钱有关系。那人才方面，那个人才是跟你赚钱还是跟你倒米啊？那跟钱有关系吗？也跟钱有关系。所以这四个关系综合起来哦，在你的 account 就可以看得到了。所以 account 可以看到，银行就可以看得到你整个生意的这个钱脉命脉是怎么样，看到一清二楚，好不好？刚刚老师要分享那四个东西的时候呢，老师还没有讲是四个担心的东西。我那时候我是想到老板的四个生活模式，你们想知道哪四个吗？来分享一下。对，其实在我的角度啊，老板的生活模式应该有四种。OK， 第一种是什么呢？第一种是吃饭。第二种是喝茶。那当然吃饭也很重要，但是很多很可能你们现在在笑，原来老板要做的工作第一件事是吃饭哦。但是有没有吃饭不重要，有没有吃饱也不重要，跟谁吃饭很重要。哇哦。那第二件事呢，对对对，是喝茶。喝茶呢也是一样，喝什么茶不重要，跟谁喝很重要。那吃饭喝茶聊天一样啦，一样跟谁聊很重要。第四件事就是
找人才。啊，早上算钱，晚上也算钱，用钞票机算的、啊。很好，很好，证明说这个财源滚滚来啊。哦，早上算钱，晚上也算钱是好事啊。所以呢，我呼吁各位观众哦，我们这个节目呢，将在每个星期一的晚上九点钟或者九点钟过一点点播出来哈、哦。所以大家呢，可以留守我们节目哦。不出三个月，你们就会吃饭、喝茶、聊天、找人才。对对对对对。好，那现在大家有问题可以问老师一下。你们要问私人问题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已经把老师放在砧板上了，随便来。希望老师。那其实老师也要分享啊、哦，不是老师多厉害，是因为老师跟2000多家的企业跟生意人啊、哦、泡在一起啊。那2000多位的这些生意人或者是企业家，也是老师的师傅啊、嗯，也是老师的老师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也学习啊、哦，跟他们一起怎么样去度过难关，怎样解剖那个难关哈、哦，无形中就建立了这个知识与能力与经验呐、啊、哦，那是跟大家分享。好不好，很好。那当然在做来 Annie 你说。刚才我们因为我们有一点调皮啊，就打断了老师要分享的5样东西的那个流程，但是我还不忘记大家要听的是我宝的哈，所以我要请老师继续分享呢这一些。好，5个C。那刚才讲到第一个 C 哈，第一个 C 就是 characteristic， 看你的信用嘛，对不对？那第二个 C 大家要记得哈，银行是看你的 capacity。什么叫 capacity 呢？从这个 capacity 是它的意思是说，你做的各行各业都好哈，都有一个 capacity， 都有一个量度来做一个衡量。就打个比方。今天你说做工厂的话，你觉得你 capacity 是大还是小呢？肯定是大啦，因为你需要的这个 capacity 很大去做生产。那如果今天你是做批发的，这样你的 capacity 会大吗？会稍微大一点。那如果你是做门市的肯定 capacity 比这个工厂不会来的大，因为门市就是一个小门市、哦、那就是一个小门市。那如果你做服务的话，那你的 capacity 会大吗？就看怎么样类型的服务，可能有些服务是小型的，那它 capacity 肯定不大。这 capacity 会有没有隐藏着风险呢？那我就跟大家探讨一个 example 哈。比方说 capacity 越大的话呢，它潜在的风险呢也越大。打个比方说，今天我们做门市或者是网购的，在线上卖东西的，这样它的 capacity 是什么呢？当然做网购的呢很简单，只要你有一个技术，有一个平台，你就可以做生意、这个 capacity 好。那第二，如果你是做门市的话，你在这个门市的范围啊，最多你需要的是一个门面，然后你需要一个基本的装修，然后你需要一些 racking、post system 产品就可以做生意了。那比较跟工厂呢、工厂的 capacity 就很大，为什么呢？你需要一片地，你需要 warehouse， 你还需要机械、哦、你还需要这些原材料、哦、raw material， 堵你的 raw material， 然后怎么样经过这个工厂来运作，要经过你的 machine、机械、还要有很多员工、去做包装，去做分配、之后再生产semi product 到 end product 为止。 semi product 就是半导体、到最后是完完全全的产品是怎么样。所以从这个各行各业呢，capacity 就可以断定它的潜在风险大不大、牵涉的东西多不多，银行是这么看的、就是银行，所以第二个 C 就是 capacity。 所以银行会以这个第二个 C 来判断贷款给这一家公司的风险高不高。对对对、我们看到有位学员说 Ben 哈，他说重资产，对，所以现在讲重资产与轻资产哈，完全是两回事的那个世界或者是经营模式了。那如果老师在讲 capacity 比较深一点哈，有没有在做的做生意，
有些的量是非常的大，但是它的 profit margin 是很低、哦、会不会有些它的量啊，它的 turnover 不是很大，但是它的 profit margin 很高，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也是 under 这个 capacity， 看什么行业之后，看你这个行业的 margin 高不高，也是在 capacity 里面啊。银行是这么看的。哦、所以怎么看你做的 account、啊、你的那个 GP 啊 gross profit 啊，你的 net profit 啊，全部都看得很清楚，这个是 under capacity 的 category， 明白吗？嗯，那大家有没有长一些知识啊、到底银行是怎么样看我的，每次很懊恼啊、银行申请贷款的为什么他没给我消息啊，到底他为什么拿这么长的时间在申请啊、他在看你啊，在审批你啊，在很仔细的好像 microscope 这样子 scope 进你的公司，看得一清二楚，到底风险在哪里，好不好？如果大家听得懂，可以给老师回复一个二吗、哦、我希望我的分享啊真的可以让大家受益啊。嗯，明白。嗯，好，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资讯，很宝贵。有时候申请贷款的人最焦急的时候是在等待，东西已经交齐了，什么不够也交齐了，就是在等的那一个时间，心里的那个压力呢是很大的。绝对了解，绝对了解，因为我太了解各位老板们的心情了，尤其是你遇到那些不负责任的银行家的时候啊，我跟你讲你很痛心啊，他跟你说没问题没问题哦，两三个月之后我跟你说啊 Mr. Dan 或者是 Mr. Go 很抱歉哦，你的贷款 reject 了。然后我每次讲的最生气的是什么 reject 了，没有告诉你原因，你知道吗？我就算被判死刑我也想知道到底我错在哪里，我死在哪里哦，没人告诉我哦，那我怎样去进步呢？我怎样去改进呢？对不对？对，哈，这是经常在市场上发生的事情啊。哦，是，如果大家有感触的话给老师回复一个三好不好，真是为那些做生意啊，我们做生意打抱不平啊。嗯，因为那个是，所以今天老师决定哦，把这个银行不可公开秘密大公开。嗯，是因为他们有职业操守所以不可以公开吗？啊、对对，因为他们在银行内部呢他是不能跟你说到底什么原因的。嗯，对，最主要是什么原因呢？他怕告诉你了齁，你去改或者是做假的东西给他，做假的东西给他，那你就欺骗银行了、哦、啊，他担心这一点啊。所以银行家是明知道你被判死刑但是他就是不可以说，对，他死都不会告诉你的。 嗯， 嗯，对，所以 有一首歌叫周杰伦的不可说什么、啊、不可以说的秘密是吗？不可以说的秘密、啊、从今天开始我们会记得有一本书叫银行不可公开的秘密。好。OK， 好，那么老师我们就进入第三个资本。这个原来、啊、其实大家可以很生活化啦哈，老师尽量把它讲成生活化、嗯、让大家不会觉得很什么 technical 啊，很技术性啊，不需要，我们把这个银行不可公开的秘密呢、嗯、生活化简单化。那讲了第一个 C、嗯、第二个 C 啊，我们讲第三个 C 叫做 capital 资本哈、嗯、在座的各位你有没有说你做生意哈，你 set up 这个 number 的时候需要你的 pay up capital，哪怕不要说你的 pay up capital， 今天你 sole proprietor partnership 你做生意都要开始一点点的资金资本啊、哦、去运作、嗯、对不对、嗯、对、啊。会不会有人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啊、哦、我叫做他比较吝啬或者是对自己的公司没有那么信心哦，他就两块钱的 pay up capital， 有没有这样子的公司啊？有。在座各位有哈、哦、有。以前那银行是怎么看，银行是怎么看你的？你们想知不知道啊？啊，想。欸、你们想不想，你们不想呢，不想也讲想啦，快点。好啦好啦好，为了让大家更了解、哦、今天想问在座各位，今天你做生意啦，
如果你讲你两块钱开始做生意啊，银行会看你觉得你都对你自己哦好像没有信心哦。啊，在这个 psychology 啊，这个心理就是这个字数上啊，数字上啊，哎、嗯，你是不是对自己都没有信心？所以你放两块钱。那如果你对你的生意有信心的话哦，我放一个50千可以吗？我放一个100千可以吗？可能开始资金没那么多，就放50千先，可以吗？可以啊。那如果你敢放你的资本出来哈、哦，银行看到你哦，喂，你对你的这个事业啊、公司啊特别有信心啊。无形中我对你也有信心、嗯、对不对？你敢拿50块出来、嗯、你敢拿50千出来，我也敢拿50千或者是10千，你敢拿100万出来，我就拿这个几百千借给你。你连10块钱都不肯拿，你要跟银行借几百万可能吗？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资本来 testing 你啊，到底你对你的企业啊、嗯、生意啊有没有信心，也是一种 psychology 来的，其实评估你的风险跟你的信用，也是跟你的信用，你对自己的信用有没有那个信心啊、哦、好不好？好，原来是这样子。机器的5个C 就可以看到一间企业了、啊、等一下后面老师还会跟大家分享、啊、你学会这个5个C、啊嗯、你怎样预防老千啊、嗯、或者是你怎样预防啊投资在不对的公司，有风险的公司，你学会这个5个C、嗯、不但学会、啊、怎么样去银行融资，你还可以预防老千，你还可以预防错误的投资在有风险的公司。那么想问老师好不好，就是老师假设现在现在线上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是打算要创业的啊，接下来要面对的是裁员啊，所以身边有没有朋友呢是面临这个职业生涯规划的一些困难，然后有想要创业的有吗？哇 ，Ben 一要放100万哈，嗯，很好。哇，果然是有信心 ，Ben 一非常棒。来，大家给他。我好像听老师说过，放100万也是有风险的嘛。当然我们是这样子啦哈，如果大家要仔细一点、嗯、就是做生意我们可以 progressively 慢慢增加，可能开始50千，然后你再 increase 到100千，然后再 increase 到200千、嗯、然后到300千，随着生意的增长你就可以跟着你的 bear capital 慢慢增长、嗯、因为你是需要 inject 一些资金去发展嘛，对不对、嗯、那如果你公司没有发展这么快，你也不需要太快的去 inject 这个 pair capital、嗯啊、我们可以按部就班的去做这件事情、嗯、好不好？但是有一些啊，比方说一些做大型的企业的哈，他们可能一开始呢就直接 inject 一个100万的 pair capital 就是资本、嗯、为什么呢？因为需要这个100万的资本开始哦，马上去运作，所以看 capacity， 所以看回之前的 C、嗯、你的 capital 就看回你之前的 C， 好不好？还有关系的，还有连带关系。我看线上的朋友呢，很多都有打算想要创业哈。那么创业呢？啊，这里呢，我们就要问老师了。创业，假设现在要创业哈，应该开什么公司比较好？不是开什么类型啊，就是开，到底要开 sole pro 比较好，还是开 sendirian berhad 的公司比较好呢？OK， 其实哦，在现在这个情况哈、哦，当然有些人可能失业了，想要创业，或者是有些人更想要创不一样的业，对不对？嗯、可能那个行业面对了问题，你要转行啊，你要创不一样的行业啦，我觉得行业啦，那怎么样做呢、嗯？其实我鼓吹大家，如果你自己要创业的话呢，你可以开始用这个 sendirian berhad。如果在银行的角度呢，因为 sendirian berhad 是有做那个 audited report， 有经过第三者专业人士的这个 auditor 帮你 audit， 所以你的 account 呢会比较被认同。那如果你要用 supervisor 开始的话也无所谓、哦、为什么呢？因为你开始用 supervisor 呢，你先去做你的行业，慢慢到最后你可以去转去 sendirian berhad 也不迟、啊、因为我给大家一个 tips、哦、因为刚刚第一年第二年开始啊，你的公司要去银行融资呢也融不到，我讲的是企业融资哦，因为基本的条规呢，你的公司要超过3年你才可以去银行
融资，哈、嗯，好不好？所以你开始你可以用 Superbiter 也没问题。那如果你很有信心，你就用 Senyamba 和 GSL 也更好啦、嗯、啊，也更好啦。好 ，OK 好。至于我看到有些人问我是不是适合创业哈，其实这个东西是见仁见智啦，见仁见智。嗯、如果你是，当然是现在的情况，你去创业呢，有一定的风险。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事情是不确定、不稳定性的。那不确定、不稳定性的时候呢，你去创业，如果万一发生了什么变动啊，我叫做 external factor 啊，影响了你哈、哦，那你不能承担的话怎么办？那可能你可以考虑跟人家合作。比方说我们这边有一位学员哈、哦，要与人合资，请问在这个情况下，老师有何建议？非常棒。今天老师不但讲这个银行不可公开的秘密啊，因为银行先看风险嘛，啊，先评估嘛，还有评估对方到底他的信用好不好。当然，你人合作，你要非常的小心，看他的信用好不好。那老师还没有参差跟你们讲哦，人的 DISC 怎么样去分析，然后 DISC 分析了之后哦，怎么样合作哦，那个是另外一个东西，老师可以教的。但是今天我们讲回银行融资，好不好？那你讲能不能合资，要特别小心了哈、哦，要看对方的那个品行、品格，还有他的 characteristic 有没有信用啊。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说，是不是要可以做，可以做这个 financial action report， 就知道到底这个人哈、哦、的信用怎么样，因为银行看得很清楚啊，哦，对不对？所以没有对错，可以跟对方合作，但是要对方绝对是值得信赖的、信用的，好不好？嗯，那么刚才老师就讲到五个 C 的第三个 C 就是资本 capital 啦，所以呢，我请老师给我们观众朋友呢，讲一下，到底假设我们现在要开 Senyamba Heart 公司的话，最好的 backup capital 是多少钱呢？我给大家一个 tips 啦，如果你们真的是 set up 这个 Senyamba Heart。至少10,000块咯，就是 10,000 哦 ，at least 10,000啊，一个好的起步啦，不要 two dollar 啦 ，two dollar 太难看了啦，好不好？嗯、那 at least 10,000哦，都可以讲是一个创业嘛，对不对？那现在你没有开始一个 10,000， 什么都做不到嘛、嗯，对不对？嗯，这是可以给大家的一个 tips。是是，那么我们就继续让老师来分享第四个 C， 好不好？好啊，好，第四个 C 呀。OK， 那大家读懂三个 C 之后呢，第四个 C 我们是讲 collateral， 好不好？嗯、什么是 collateral？ 就是你有没有抵押品。比方说、嗯，可能在座的各位，你做生意到某个阶段的时候啊，银行会问你说：“哎，你要融资啊，你有没有一些 property 抵押给我啊？还是你有没有一些 FD 啊？你放一些 FD。”然后我就把钱借给你。当然现在的社会跟银行已经进步了，当然银行市场的配套呢也有一些不需要抵押品的，但是不需要抵押品万一你不还的话怎么办呢？所以银行会有这个叫做 CGC、啊、这个 Credit Corporation， 就是今天你不还的话呢，这个政府的信贷机构呢做你的担保啊，政府银行就会去 claim， 去 claim、哦、政府的这个机构。那你说那里有这么便宜的？当然哦，这个政府机构愿意做你的担保、哦、你就要还他担保费咯。所以呢银行的利息一般有这些担保费没有抵押物的呢，利息可能会去到 10%， 甚至乎有一些去到 11%、哦、就是你要付出的代价利息就比较高一点咯，就是 give and take 咯，明白吗？这个是就第四个 C， 就是银行会看万一一间公司遭殃了，或者是不见了，或者是生意失败了，至少我手头上、哦、还有一些东西做抵押，还有一些值钱的东西在手上、哦、银行就是这样子的观点。所以银行是很稳稳打稳赚的啦、哦、所以大家要明白它，了解它，你就可以跟它拿到它要给你的资金，好不好？那么老师就是这个 collateral grantor 也在 collateral 这一个 column 里面嘛？当然，这个整体上哈、哦、，collateral 是抵押物嘛 ，grantor、嗯、
其实个人跟这个事情是两回事的，好不好？那如果你去银行贷款，今天你身为公司的 director， 扎必人啊，running 这个 business 啊，那你去贷款哦，肯定哦，银行也会把你放进这个 join as several grantor 的这个条约里面。为什么呢？你要对你自己的公司负责任。原来是这样，明白，那我就明白啦，因为我是最专心听课的人，你们呢？哎，我看到好像有一个问题哦，请问一万是放在银行公司，不是？你要 inject 进去，然后你要叫你的 secretary company secretary 说你要把这个东西做成你的 pay up capital， 懂吗？老师讲的都是落地的，教你什么方法去进行去做哦，不是我每次很大声的说哦，人家说怎么老师没看过你出来分享，因为我不是真正的老师，因为我不是出来讲课的，我们是怎么样去落地，怎么样去事情做好它的。市场上很多老师只是讲了给你很嗨，给你很开心哦，给你很多希望，但是回到家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落地，怎么样去做哦。那大家老师可以很骄傲的说一声，可以做得到的人肯定可以讲得到，但是在外面可以讲的人肯定有些做不到，因为只会讲不会做，是不是？是，我就讲一下我创业的经验啊，看老师可以给我一点指点啊。就是在我21岁的那一年，可能他们要笑我，可能从21岁开始讲 ，Oh my god， 你是不是？没事，人生都有旅途啊，都有经历啊。21岁的那一年，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一个朋友说，哎，帮我注册，因为 St. John Bernard 是不可以自己走去 SSM 注册的，他必须要有 secretary 帮我们注册的。那我就打一个电话给朋友注册，他就讲 OK， 帮你搞定。那时候出来呢，工资是2块钱的，那我就问他，中午我的公司只留2块钱呢，然后他就讲啊，不要紧啊，先开新的公司先放2块啦。哦，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公司就是价值2块钱的，直到我做注册公司有了嘛，是吗？我就去拿一个很大的 project 啊，我去拿一个 project 的时候，那个interview 我的那个大老板哦，他就跟我讲，你的公司2块钱公司，这样我怎样相信你能够 deliver 到我的 project 呢？啊，就是这一个问题呢，敲了我很大个头啊。他讲，你要做 corporate 的这一些 business 哦，你的 company pay up 2块钱，2块钱的意思就是，万一你 screw up 我的 project 哈，我诉你上法庭，我只需要赔你你只需要赔我2块，你知道吗？还问我这句话哦。And then 过后我就知道，原来要拿下大 project 呢，你的 pay up capital 不可以太多，也不可以太高啊，10万就刚刚好，因为他要看你能不能 deliver 到他。连假设今天你毁约而他输你的时候，你还有你还有10万可以 at least 可以输你啦，不然他觉得要输你啊，发一喜啊，因为你都公司值2块不了，输你。还倒贴啊，所以很多很多大老板呢，他不是不愿意给年轻人机会，但是他不说出来，除非你是像我以前这样傻傻的啊，我就去问他，哎，为什么呢？为什么2块钱工资不可以呢？那他讲，他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假设是一间建筑公司，他的公司是 pay up 2块钱，这样万一有一天他建的东西倒了，谁来赔？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哎，原来这样重要的 pay up capital 呢，是让人家对我们公司有信心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在第二家公司的时候，我就醒目了，我就讲我的 pay up capital 要100千啊，这样才可以拿到很大的 project。是，所以其实不要讲银行哦，做生意在市场上比较有经验、有老道的人哦，一看你的 pay up capital 哦。就知道你的 level 去到哪里哦，就不要跟你谈生意了。有时候你也是失去那个 tender 哦，或者是一个 contract 哦，是不知不觉中的，好不好？是，
而且另外假设我以前我的工资是2块钱嘛 ，and then 我们去 tender project 的时候，对方呢他其实也很聪明的，他会去找像算老师的人呢，哈、哦，是去 check 我们的 secrets 啊、cetos 啊等等的东西啊，哈，然后他去 check 过后，他看到这一个公司 pay up 给 Peter 只是2块钱，这样他就不会给你 project 了，啊。但是因为我们在2年前我们有把我们的 capital 增加到10万嘛，就是100千啊。另外我们还要做认证哦，因为我们怕他看不到啊，因为 SSM 以前的 SSM 哦，他到现在你就算你的 backup capital 已经是100千或者是100万哦，但是由于你第一天注册公司的时候还是2块钱写下来的，所以没有办法。那间公司就是啊、还是看得到是2块钱的，除非你给他看你这几年的啊 backup capital 的这个什么那个 certificate 啦 ，share certificate 啦，他才会相信。所以我希望说，如果你们也是有兴趣要开有限公司的话呢，一开始就要把自己的 backup capital 搞好，一开始就把事情做对呀、啊，你就永远对下去。你一开始做错，你就一直错下去呀、啊。很多东西会影响到、哦、对，不然我们需要很费时去证明啊，我们有这样多这样多钱啊，很麻烦的，你知道吗？对，好、啊、然后哎，我的故事讲完了啊，虽然没有21岁讲到现在啦哈，其实我也不过是很好的一个经验啊哈，那你有亲身体验，你就可以感受到哈，今天老师讲的这个 capital 是多么的重要啊。是，好，那大家还记得第一个 C 是什么吗？刚才老师分享的5个 C 已经分享到第4个 C 了。那第一个 C 呢是 characteristic， 第二个 C 呢是 capacity， 第3个 C 是 capital， 第4个 C 是 collateral， 第5个 C 是 conditions。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入老师要分享的第5个 C。好，那你掌握了4个 C 之后呢，最后一个 C 就是 condition 啦。condition 银行会怎么看呢？首先看第一个，这家公司的 condition 跟 situation 是怎么样，它到底有没有面对 financial problem， 它到底有没有跟人家起诉，到底他有没有在法院、哦、给人家起诉，个人也好或者是公司也好、哦、都会看这些 condition。 那看完之后呢，第二个 condition 会看什么，到底这个行业的 condition 是夕阳西下还是蓬勃的行业。在座的各位，现在已经科技化的年代，那如果有些行业啊会轻易的给科技化取代的话，那你讲它的 condition 有没有风险，那肯定是有风险啦、啊啊、对不对。那看完第二个 industrial 的 condition 之后呢，第三个看什么 condition？ 嗯，看 worldwide 的 condition， 全世界的 condition。 怎么讲看全世界的 condition？ 会不会在做有些做生意是做出口的或者是做进口的、打个比方，现在这个 COVID-19 来临、哦、专门依赖进口的人、啊、要进口中国货啊，进口那些日本货啊，我们的运输 logistic 会面对问题吗？会面对问题啊、哦、或者是你做出口的，可能你要出口到意大利啊，出口到美国啊、都成问题啊。这个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worldwide condition。 那你要讲不要讲这个疫情的，我们讲在前阵子怎么看 worldwide condition。 打个比方，今天你是做某某某行业的，到底你的行业哈、哦有没有被现在整个世界的局势呢影响到你的行业？如果有的话呢，银行也会特别小心。打个比方啊、哦，在这个311的时候，日本是不是发生了这个 tsunami， 就是海啸？那如果刚好哈、哦，你出口做的生意是跟日本有关系的，那你觉得银行会小心吗？肯定会小心啊。怎样讲肯定会小心，万一你运去那边运不成，或者是你的需求量降低的话，那影响了你整个行业跟你的这间公司的话，没有钱去偿还了、啊、银行的这个贷款怎么办？所以他就会看 condition 啊、大家听得懂吗？
三个 condition， 听得懂的话，可不可以给老师一个五嘞？如果大家听得懂，给老师一个五，好，五个 C 啊，很简单。那今天你懂这五个 C 哈，你用逻辑思考哦，你可不可以评估一间老千的公司？可不可以、啊？哈，对，老师就是要问这个问题，怎样知道那个人是老千？首先，你看啊，我们可以做这个 X-ray financial report 啊、嗯、financial X-ray report 啊，可以做是一个优势啦哈。那我讲，如果你懂一个 C characteristic， 你就可以探讨到底这个人的那个信用啊，跟他平时的那个行为跟为人啊是怎么样的，你就可以观察得到。这个是第一啊、嗯。那第二，他说他的行业安抓安抓怎么样棒啊，怎么样顶啊，怎么样好啊，听起来好像忽悠哦。那我就看他 capacity， 他讲的这个 capacity 哦，到底符不符合他所做的东西，这是第二点。好、哦，那第三点 capital， 那如果你懂他说他的生意业务做全世界，但是他不要 capital 是50,000，你相信吗？怎么样相信啊？对不对？好、哦，然后我们继续讲 collateral。collateral 是很简单，到底这间公司哦有没有一些基本的，不要讲抵押先，有没有基本、嗯、怎么讲基本资产呢？因为在过去我们的经验，我们发现到、哦、很多没有房产的，不要讲属于买自己的、哦、租的也好，那如果一个人做生意连一个 proper 的 office 都没有啦，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老千？很难知道哦，老师，现在很多人做 online 生意很难哦，现在有些人没有 office 银行哦，可以去考察、嗯、可以去你的 office site visit， site 了 visit 还要拍照哦，还要拍很多照来证明说、嗯、哎，这间公司确实是存在哦，这间公司又怎么样怎么样，要有这些black and white 来证明，好不好、嗯、所以银行会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你不做呢？你也是可以这样子做啊，如果你说你要去投资、嗯，或者是要做某些事情跟这间公司有关系的，好不好？那讲了这个这个 collateral 哈、哦，第二个是 condition， 到底他所讲出跟整个 situation 的 condition 哦，合不合逻辑？合不合逻辑？嗯、打个比方，现在这个疫情的来临哦，忽然间有一间公司哦，他推出一个配套，说你们来投资我，然后我给你某某某某的东西，现在可能最需要的是食物嘛，每个人在家里可能需要食物，他说你只需要给我多少钱哦，我每天免费的把什么什么食物送到你的家，但是你要先给我一笔大笔的钱。那在这个 condition 你就要思考咯，要思考这个人做这个东西哦，是不是出自于真的是要帮助这些疫情的人，受困的人，还是他有别的那个目的哦，或者是有欺骗的成分在里面。嗯啊，从这五个 C 哈、哦，你就可以探讨了哦、嗯，明白吗？所以在会计室啊，老师的一些客户啊，都有用老师的这个 financial X-ray report 啊，都逃离了很多啊被欺骗或者是老千的那个案子啊，啊，只是老师不方便透露是什么公司的名字，嗯、但是有这样子东西啊，无形中啊，你就省了或者是减少亏损的钱呐、啊，啊，不要因小失大。嗯，所以这个 financial X-ray report 的服务啊，其实也是帮助了很多很多人的。嗯，对。嗯，那说起这个 financial X-ray report 呢，它就好像是我们的成绩单，也好像是我们的验身报告啊，这样子。所以呢，在 MCO 的这一段期间，3月28号嘛，是吗？三月多啦，我们这个疫情一开始的第二个星期哦，一开始呢，我们就找了孙老师一起，那我们就每个星期二、星期四跟星期六，我们都有办网上课程。那这个是免费的啦。假设你们有兴趣要知道什么是 X-ray report， 如何做 X-ray report 呢？你们可以上我们免费的课程。嗯嗯，对。好，因为老师没事，老师。Annie， 你先说。因为这个 MCO 期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话，就多一点看直播咯，
看什么直播都不要长知识啊，长知识最重要是长对的知识，记得看 Women TV 的直播咯，啊，然后上什么课啊，也可以啦，你们去上啦，什么课都应该去上一下的。那我们现在有做很多免费的课程啊，所以大家如果你们想要上一些免费课程推荐的话，你可以去我们 B 啦，就可以把一些免费课程连接啊给你。假设你是很喜欢学习的人，嗯，好，老师。对对对，其实有些人也是问老师说，哎，这个银行不可公开的秘密哈，这个书啊的资讯会不会 outdated 啊？那我们在座的各位哈，银行的历史啊，已经几千年、几千年的历史啊。那银行怎么去评估这五个 C 哈，都是以信用与风险嘛？那你觉得风险与信用哈，过了几千年之后会有影响吗？会有改变吗？其实我跟你说是不会改变的，人性啊是不会改变的。人性在历史中你可以看到啊，不断的在重演，不断的在重演。哦，这个叫人性，所以银行看的是人性啊，哦，在看人性造就怎么样的风险，就这么简单。嗯，好，哦，所以是不会过时的。你收拾这本书的知识哦，100年后、200年后哦，也是一样那么稳稳的根基。哦，嗯，老师，放你的书来看一下。放我的书啊，这一本书吗？那老师的书呢，里面当然也有讲到一些关于到，我也有，不只是银行啊，哦，嗯，来分享一下啊，哦，银行不可公开的秘密哦。当然里面的书不只是讲银行哦，老师也是过去是有讲呢，你要成功在这个银行融资跟做对你的企业哦，你少不了八大专家，但是今天我们不谈这个八大专家。这个八大专家在老师的书本里面呢，也是有讲到哈，也是有讲到。老师的书哈，不是讲 theory 的，是写了40个马来西亚真人真事的故事，他们怎样去撞板，怎样走冤枉路，怎么样花了很多不必要的钱哦，才来学习到怎么样把企业生意做对它，怎么样把企业做对正确的融资。好，很多太冤枉了，真正是没有多少个十年呐，啊。我每次说，一你就看人家的故事，领自己的企业人生；二你就是给你走30年、40年，慢慢去摸索咯，啊，好，只有自己，好不好？老师，我帮 Ben 哥问一个问题，可以吗？啊，来 ，Ben 哥说，老师放太多钱会容易被人告吗？Ben 哥很幽默，我想问你，放太多钱是在银行，还是放太多钱哦，在你的这个床底下，很重要。我相信 Ben 哥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哦，提出这个问题啊，让大家轻松一下。那么 Ben 哥还有问，怎样买书啊？啊 ，Ben 哥讲的意思是银行的资金，就是开公司的资金。啊，这个你是说 pay up capital 是吗？那啊，不会啦，是看你从事什么行业啦，看你从事什么行业。但是哦，我不知道你的多是多少的多啊，可能你的多，有些人是很多啊，可能你的多，很多人有些人是觉得很少，哈，啊，是看怎么样的定位，啊，什么样的行业。那么 Ben 哥也是有问怎样买书，怎么买书啊？可以上老师的这个 online website 可以买得到。其实现在老师有送，老师也鼓励说你们买啦，谁有做 X-ray report 的话呢，老师会把这本书送给大家，加上老师的亲笔签名。为什么我这么做呢？今天你看这个书可能你领悟不高，但是你有做 X-ray report 哈，我们把这 X-ray report 送给你之后，再把这本书递给你的时候，你有这个过程的时候，你的感触特别的大，不然老师只是说你就听咯。老师每次说，When I say, you listen. When I show you, you understand.
But if I involve you, 哈、哦，我把你参与在一起，哈、哦、，you will remember forever， 明白吗？就是我说咯，我给你看，你懂咯。那如果我参与你的话，你学会一生人学会，好、哦。嗯。是 Bank E 真的是免费的，所以你可以 PM Women TV， 我们在明天下午三点会有网课、会有 Zoom meeting 啊、Web seminar 来教大家，所以呢这个参与这个会议是免费的，明天三点、哦、你可以 PM Women TV， 等一下我们把明天上课的链接发给你、哦、嗯，我们有一个密集的分享会、啊、嗯，是是，所以 Benny， 请在我们 Women TV 等一下看完直播过后啦，现在不要哈，现在乖乖听完。那等一下，等一下过后在 Women TV 那边 messages 一下。嗯，现在不要走啊。新听课 ，OK， 好。那现在呢，老师其实有很多金玉良言，那老师也讲了这么久，所以我现在呢就给大家播放一下。老师的影片给大家听一下啊，老师在这个影片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重点哈、哦。这个影片只有短短的55秒，但是呢，这55秒你要捉到老师要表达的意思，因为太重要了，我不能忍了，我一定要给大家看。其实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天分，就是专喜欢爆料啊，专喜欢爆那些好料啊。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想做企业，想做生意做得好，你要把你的精力能量还有你的灵魂贡献在自己属于你自己的企业、自己的生意、自己的行业。钱当然是很重要，但是你可以创造那个价值的时候呢，赚钱是必然的，不是偶然。过去的世界呢是大鱼吃小鱼嘛，那现在的世界跟未来的世界呢是团结的力量、整合的力量，哪怕是小姨呢也可以吃大姨。我在台上啊，我的眼珠啊会被积极的人被吸引啊，所以积极的人哦就有机会，你们发现到吗？你们要相信，财富是欢乐的，财富是开心的，财富是轻易创造的，就是思维上要突破改变，你的行为才会改变，行为行动改变呢，你才有不一样的结果。如果你想做企业、想做生意做得好，你要 OK， 看完了哈，有记到重点吗？有没有抓到重点呢、啊？财富是欢乐的，对对。啊，隔音不错、啊、不错，不错。嗯、那么啊、，Jim 刚才有啊，Jim 有问怎样买书，老师你还有吗？这些书？但是我们还是要卖吗？还是不要卖啦？送啦，送。其实我们是送书的、啊，真的是不是卖书的、嗯？因为老师希望，为什么出书是搞教育、嗯？那时候很多人笑老师说：“你出书可以赚钱吗？”嗯、我说：“我出书都不是要赚钱，你们都不懂老师的用意。老师用意是拿来度人家的，刚好我放在书店，刚好放在哪里哦，给一个人看到啊，从此以后他把他的企业做对啊。”哇，那就无形中你渡到一个企业啊，一个企业做得好啊、嗯、你就造就了很多就业机会嘛，然后所有的就业机会就造就你的家庭、温暖啊、哦、家庭温暖，社会太平，国家富强啊、哦、它一个点延伸很多个点啊，啊，所以那些讲、嗯、能赚钱吗？太小咖了，视野太小了。 嗯明天下午三点呢，我们老师会有一个网课，大家可以欢迎去上，因为是免费的哈、哦。那老师会播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给大家分享什么是 escrow report 啊，如何做才可以成功贷款等等。所以你们如果是需要上老师免费课程的，明天的免费课程，你们呢可以 PM 我们，等一下可以 PM Women TV， 我们会把明天那个会议室的连接发给你，就是我们会用那个 Zoom meeting， 然后 Zoom meeting 它是那个有一个 link 的嘛，连我们是不随便给人家进来看的，除非你们真的是有意愿呐、啊、哈，那所以呢我们是免费的啊，那个我们很贵，但是那个课程是免费的。
还有老师，老师要补充，老师要补充一点啊、哦。嗯，有些人还问老师，哎，难道只是银行可以融资吗？在座的各位，嗯、你们不知道啊。有时候啊，我们啊，心胸要宽一点啊。银行融资只是一个初步啊。今天你搞不懂银行融资啊，接下来老师还有四大武器啊，还没说啊，因为时间太紧凑了。但是今天是第一集呢，我就先讲这个银行为什么贷款被拒绝的原因，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还没说怎么样去吸引投资人投资，顶层设计、股权的设计怎么样做，还没说。好、哦，第三个点，怎么样市场融资？好、哦，还没说啊。啊，怎么样设计一个企业模式市场融资还没说，到最后一个是最多功了。什么叫多功？什么叫秘密武器？怎么样去跟政府啊，马来西亚政府拿钱呐、啊？拿了钱哈、哦，他不但给你钱，还给你资源呐、啊，还而且啊，帮助你企业啊，怎么样去做大？哦，这个是最高级别，怎么样跟政府拿钱？那但是今天银行都搞不懂，就不要去搞政府咯，明白吗？啊？好不好？老师，你不要一个第一集就分享这么多料嘞，我们要慢慢的。我故意的，我故意给你们哦，让你们跟不跟老师哦，跟着做老师的粉丝哦，然后老师会越给越多，越给越多啊，啊，嗯，给不完啊，真的是给不完，太多了，哦。所以呢，你们也可以去 like 孙老师的 Facebook 啊。可以去 like 一下，看他每天。可以去找老师的 page， 银行不可公开的秘密。老师经常会有很多分享啊，啊一些资讯啊，怎么样资本化、科技化啊？还有，如果老师讲到一些得罪人家说做生意老套化的话，请你们原谅老师啊，因为现在已经科技化了。如果还在找老套化的话，真的需要改变了、啊，好不好？老师是很不客气的、嗯、因为我们文雅一点我们就讲是传统咯，讲人家传统咯，然后老师是直接讲人家老套的啦。所以我们期待明天下午三点钟的 Zoom meeting 可以见到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你们明白我说什么了？如果大家有觉得老师的分享很实在可以落地的话，希望你们分享跟更多的身边的做生意的朋友啊，做生意的亲戚，还有身边的 supplier 啊 customer 也好，只要他们有钱哦，他们哦、对你会更好啊。客户有钱就给你买更多货， supplier 有钱哦，他就能降低他的成本哦，然后运送的那些 supply 给你的产品哦，更加高素质。所以不是你一个人好，周边的人全部好呢，所有的生态都会跟着好。非常棒。那现在线上朋友，你觉得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有给大家很好的知识的话，你可以给我一个五吗？好吗？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明天下一集呢，我们会为你分享更加多的金融知识。你们喜欢吗？这样子的类型的知识性节目，哈，可以给一些 feedback 哈、哦。是，或者是你们喜欢看什么样的节目呢？你们也可以写，就是 PM 给 Women TV 知道哦。假设你们喜欢看，除了你们喜欢看色情那些节目我做不到之外，其他的节目我们都会尽量满足你们的需求。阿里嘎多。好，那我们是每逢的星期一的晚上九点钟、都会一一的银行不可公开的秘密 chapter by chapter 的一一跟大家分享。是，而且是落地是可以试行的。喜欢了，好了，喜欢的话我们就继续做了。你们不喜欢的话我们也是继续做的。看钱是这个节目是一切都是关于钱的节目，所以一定很多人喜欢。但是我鼓吹是
心灵的丰盛哈，那钱就会来了。我们不要那么臭铜钱味啊，你越臭铜钱味哦，钱却不喜欢你哦，对不对啊？啊，好多人喜欢，好了，喜欢我们就继续做。而且有观众说，这个节目呢简单容易吸收进脑，是老师呢就是有一股魔力，他会把很复杂的东西很简单的讲出来，所以大家就听得很明白了，是不是？老师的名言是怎么样？简单化，轻松化。生活已经不简单了，很多人喜欢把东西复杂化，尤其是银行最喜欢把东西复杂化，所以老师就要爆他的秘密，怎么样银行不可公开的秘密啊，把它简化，教育更多人哦。今天我每次说的，哎，老板们，今天你学到这个知识不是你的罢了，你学了你可以教育给你的孩子，因为在学校啊是不会教你这一些东西的，今天你学到呢，你就要教人家哦，刘德华说的嘛，哈、哦，你赚到的你就给人家，学到的就教人家，也是可以教你的孩子，对不对？那你孩子传授下去呢，就不得了了。嗯，老师又帅嘞，是吗？嗯，谢谢。OK，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那么，其他的朋友，如果你们有什么样？喜欢你们喜欢看哪、啊？最重要是你们喜欢看什么样的 content， 你们也可以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呢，除了金融资讯，我们还有数字能量的节目啊，跟 Master 跟 Dato Sri Master Nelson 的之外，还有师姐的节目，他每一天坚持每一天哦，做一个视频哦，这个大家也是可以去观看了哈、哦。那除了这个呢，我们跟孙老师的这一个银行不可公开的秘密呢，就希望呢，你们可以分享这一个直播链接给更加多的人知道，让我们在下一期我们可以听孙老师为我们爆更加多银行不可公开的秘密。这一本书呢，老师的爆料哦，一直在提升的哈、哦。今天给你们的哦，我看都不到 0.5% 了，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爆啊。整本呢都是满满的料，然后在这本书里呢，我看到最多的符号呢，就是，哎，我找给你们来。这本书我看到最多的符号就是钱呐、啊，很多钱呢、啊。这本书几乎每隔几页都是钱，哎，想看啊，都是钱，所以我很喜欢这本书，因为它写得很容易明白，看到吗？差不多每一面都是钱来的，很奇怪啊、哦，老师，你很喜欢钱的，你看，老师不只很喜欢，老师很爱钱，是每个人都喜欢的、啊、哈、嗯哦。如果老师讲老师不喜欢钱呢，是骗你的啦，哈、哦，叫忽悠了哈。谁不喜欢钱，对不对？但是君子爱财呢，取之有道最重要、对对，所以这本书很好看，大家一定要去多留意。怎样得到这本书呢？就是明天，三点啊，明天下午三点我们一起上课啊，然后上课过后啊，老师就会教大家怎样得到免费这本书。我还经常有一个笑话跟大家。讲了哈，这本书《银行不可公开的秘密》啊，如果加上我的加持签名上去哦，你只要放在你的家哈、哦，你的财富就会比银行哦更多了。好、哦，我每次跟人家这么说的哈、哦，开玩笑这么说，怎知道真的很多人的财富哦一直暴增哦，一直暴涨，你知道吗？哦，哦，原来这本书还有这个能量，非常好，所以呢，我们非常感谢线上朋友，你们陪我们一起学习。然后，现在我们今天的第一集节目就到这里，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啊。那么在我们要结束这一个节目之前，希望可以有朋友可以问几个问题嘛？可以啊。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欢迎。那老师最喜欢你们问问题啊，我现在会才可以学习到啊。我现在就倒数哈、哦，我算到一，没有人，
问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子结束咯。哦，那现在有一位观众说，老师是财神爷哦，对，也是不错的，是 不错的称号哦，不错的称号哦，不错的称呼，十、九、八、哎，所以我要尊重每一位观众。到底啊有没有听到啊，或者是有没有留意到啊等等，所以我们就给大家这个十秒倒数的机会，去问想想看有没有什么问题。OK， 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大家就明白了哈，大家有收到这些知识，那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银行不可公开的秘密》系列，今天的节目第一集就播放到这里，所以感谢大家的收看，晚安。好，谢谢各位，祝福大家。晚安，再见，谢谢老师。拜拜，okay, 我们明天见，拜拜。